级汽车。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。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，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嗯，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泡泡水花呀花，汽车们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担心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第五第五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太棒了，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，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！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
王龙来了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掉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，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飞呀飞。我来啦，受伤疼痛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
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贝乐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大炮出租车，米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！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
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需要帮忙。呼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。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，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变呀变呀变呀变，哦，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台北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抬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啊，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哦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咦，人呢？完蛋了，我把弟弟们弄丢了。
指挥中心。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救护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过界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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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来撞去真有趣。我最喜欢热情拥抱，我是碰碰车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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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一起冲绿色。大街小巷转呀转呀，就像游乐场。给我们吧！开启雷达照一照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了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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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红灯停下，绿灯行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。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。排成一队别拥挤，别拥挤。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。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。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好难受，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好好好，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3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！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！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。
它可以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迪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急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。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车的车呀，左边右边飘远，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啊，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大嘴贪吃车，阿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。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。怎么回事啊？
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。跳跳车速车，妮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礼物都混在一起了。我们分不清。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！每天都在不停的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带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妮娜。班班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班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班班，
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快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，不送乘客。乘客，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渴望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梦想狂欢季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，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，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呐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力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力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阿力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哦，小心！骷髅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！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，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啦！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！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！我怎么在这儿？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嗯，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想梦想，咩咩咩，青草香香，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，第99次实验开始。司机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！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酷宝能帮上你的忙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高伟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来啦来啦，收割机什么都不怕。
了所有疯狂的植物。真不容易呀、啊！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！恭喜你们任务成功！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啊！好可怕！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！哈哈哈哈哈！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吵起愤怒车，愤怒车，去破坏他们的友情！友情都是你的错。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。哼，看我的！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，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找呀，找呀找呀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